各位先生女士，由旧金山美国华人慈善协会主办，为世界饥饿儿童筹款的慈善扑克牌大赛现在正式开始。我们曾经邀请赌神高进先生做我们的主礼嘉宾。高先生虽然退出赌台，他仍然派了他的首席弟子 Mr. 麦克陈做我们的主礼嘉宾。现在有请 Mr. 麦克陈。各位，嘉实已经退出赌坛，但是嘉实曾经说过，不论任何关于慈善的活动，我们都会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你少瞎掰了，什么叫赌神啊？赌神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不过是个小老千嘛。戴安芬，不要在这里瞎讲话。这个是香港来的新移民，叫做戴安芬，很嚣张，不过不用理他。哼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如果真有本事呢，露两手让我戴安芬瞧瞧。只要有人愿意捐钱，我绝没问题啊。嗯，好，是你说的。我们这伙人呢，就是有钞票，现在一个人包一张台子。如果你有本事呢，在一局之内献助10万，从我这里赢了100万的话呢，我就多捐1000万给你。要是你输了呢？你师父干脆就不要叫赌神了，叫瘟神算了。嗯，哎，四副牌啊？怎么打退堂鼓了？赌场规矩，我要卡牌。好，就这儿。10万，好，我通杀。我拆牌。再拆。再拆。哎，16张A都发出来了，再拆啊！哎，你一门牌拆了16份了。一门牌不管拆多少份，还是算一门呢？哎，是啊，真的。嘿，只有一个17点，其他的都是3344，你死定了。发牌。好，一张光摆平你。攻啊！发抖了。我们是玩21点，不是比大。你输了，这里16份牌，每份10万，你就输了160万，另外再捐1000万。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！师父号称赌神。现在又有这位高徒带他巡回世界为慈善事业出力，你可以称为赌侠。叔叔啊，面煮烂了，小心汤扑出来了，好了没有啊？煮碗面也能煮一个月，你真行啊。已经在城了，这兔崽子！来来来，我是个出差啊。那你明天再端出来好了。哎，你这什么仇啊？人头啊！哼！哎呀，六合彩开奖了，对对看啊，18。切，每次都只中3个号码。哎哎哎，臭小子，先不要吃，先不要吃。你用特异功能啊，帮叔叔搓一下，搓成6号码全中啊！帮忙！我跟你说过100遍了，我用特异功能赢过来的钱只可以做善事，不可以乱花。若是用了第一次，就会衰，第二次就摔到大街上，第三次就会没命了。哎，
我们第一次在厂子里赢了钱，马上就挨了顿揍，够衰了吧？所以我们上次赢了1000多万，立刻要做善事。如果我们有胆子用这种钱，一定会摔到街上的。叔叔，我不上街，怎么会摔到街上？啊？你是铁定不相信我？嗯，这些就是我们上次捐剩的尾款。王晶姐姐，什么事啊？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别说我不照顾你。今天晚上别去大富豪上班了。你养我啊？不错，这些钱给你。今天晚上你只要陪我叔叔就行了。哇，你发财了？不是啊，发浪啊！来来来，别浪费时间，别浪费时间。怎么搞的？老是丢男人内裤下来，家里没女人啊？哎，阿星啊，看在叔侄份上，我让他陪你洗个澡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哎呀，命大，没事没事。我摔过摔在街上吗？你现在相信了？还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摔在街上了？不会。哎呀，我摔你也摔，怎么你一摔就变成个印度阿三了？每个人都有些地方特别脆弱的嘛。你叔叔我最软弱的地方在头部，你不服气啊？我哪敢呢？你现在那么高追，我喜欢还来不及呢。你还吃面吗？有了。嗯，你吃面的新招式啊，叫做什么名堂？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己发明的，你羡慕还是妒忌啊？哎，兔崽子，说正经的啊，以我们叔侄的才华呢，有什么理由要天天吃泡面呢？啊，对呀，虽然你赢回来的钱不可以拿来乱花，既然这样，不如你正正当当去学赌术，到时候呢，赢尽天下的黄金美女、洋房、汽车，九七之后那些大佬走了，我就变成王永庆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做郑玉玲、蔡万林。哼，是啊，那我跟谁学好呢？赌神，不错啊，就是赌神。只要你做了赌神的徒弟啊，到时候你可以赢得香港，赢得全世界，养你叔叔一辈子啦！啊，叔叔，我没说过要养你啊！哎呀，你没念过书啊？有没有听过三叔为父，三婶为母？我只听过爹亲娘亲都不及毛主席亲。哎，乖啊！总之啊，等你当了赌神的徒弟呢，那就是前途无量啊！说做就做，怎么做？写信告诉他，我很仰慕你，收我做徒弟，就这样。现在用写信的多老土啊！当然是拍 video 啦，什么偶啊？嗯，啊 ，video 呢就是录像，拍电影也没用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赌神在哪里呀、啊。说的也是啊，哎，阿星啊，你不是可以透视墙壁吗？你可以啊用这种功能看看赌神在什么地方啊。赌神又不住在隔壁，可能在好远的地方，除非用天眼通。哎，你哪位啊？我是阿星。你要干什么？松弛眼部神经。哎，你把我吓一跳，真是的。现在开始啊，开始啊。怎么样，看到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看见赌神。真的？赌神现在在哪里啊？他在赌钱。在什么地方赌钱？怎么了怎么了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没事啊。看到什么？我看见赌神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赌神穿了双花袜子。去！啊！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有人开枪，子弹横飞，简直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不怕不怕，用你的天眼通啊，再看一看。你真当我是神仙呐？我只可以偶尔看一次嘛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对了。听说赌神的徒弟这几天会来香港，我们先拍一卷录影带，请他交给他师傅，不就成了吗？行不行啊？哎，拍着再说嘛。哦，开始拍了。赌神大人，师傅在上，小弟阿星在下。小弟3岁到澳门，4岁进普京，5岁赌到变成精，6岁薛人不正经，怎知7岁就输得亮晶晶。今年27，还是无事一身轻，所以希望拜于赌神门下，能够学到一技在身。哎，慢着慢着，你拉链没有拉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想吓吓赌神，来个下马威吧。你连叔叔都吓不住，快收起来吧。哦、哎，好嘞。你刚才嘟嘟囔囔的不行啊，
我已经尽力了。尽力也不行啊，再给一次机会吧。哎呀，没有机会了，让叔叔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吧好吧，来吧，换你。哎哎，你过来拿着摄影机啊。哦，慢慢的拍上来，拍我的头，用点心思学啊。知道了 ，Action。渡神师父大人敬起者，小弟摩罗星。叔叔，你怀孕了？哎，别开玩笑，认真点儿。小弟摩罗星今年27，一事无成，幸好心术还算良正，祈求师父收我为徒，让我有一技在身，他日行走江湖，除强扶弱，为社会服务，为国家捐躯，为自由，爱自由，自由万岁！咔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okay. 可以寄给赌神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是你要拜师还是我拜师啊？照我的版本做一次。哦，哎，不行啊！我想一年之内，赌神可能收到1000几百卷这种录影带。真的？我们要与众不同，就要拼一拼，拼一拼。昨天呢，我的菲律宾女佣走过市场，耳闻有个鱼贩说有个小子叫做赌神，就是你。我当场吓一跳，原来开玩笑。这个世界上啊，居然还有人自称是赌神，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我就是赌圣，你赌牌还要戴隐形易晶体眼镜，我才懒得鸟你的，我直接给看穿牌，这叫做特异功能。这里有一张 S， 只要我轻轻的一撸，就立刻变成一张正路的 S， 因为我还没发功啊，我一发功还能变成一副麻将出来。你说我瞎掰啊，我还说你是闹起来给宰相呢。看什么啊，你要是不服气打个大哥大来研究一下嘛。当然你要是补偿我个100几十万呢，我就不再说了。还瞄我，你以为不用钱呢？抄下我的电话号码，是香港334568，我再重复一次，是香港334568。你不找我我没关系啊，因为这将是你的损失。10点钟以后你不要打来，因为我睡了。神经病。一年没见，你已经学会赌神的赌技了，还得了赌侠这外号，有前途。哼，过奖。嗯，我们这次回香港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行程上是由上山先生安排的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就是赌侠。过两天我会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向外界介绍你以及慈善赌场计划。对了，小刀，这房子住得还满意吧？哎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这么有办法买下这栋房子？这栋房子以前是阿三住的，他还常放狗咬我呢。哎，我那时候很穷啊，就住在下面那个小屋子里头，每个晚上呢，我都望着山上这间大房子，然后跟我女朋友说，总有那么一天我要把他赶到下面去住，然后我一个人住到这里来。哎哎，现在美梦成真了。一个人只要用心赚钱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这间房子以前住的是科威特人，伊拉克打科威特之后他就破产了，我就买下这房子。哦，喂，好啊，你过来吧。哎，谁打来的？龙九。龙九是谁啊？我是龙五，他是龙九，你说他是谁啊？嗯，真是奇怪了，说话这么深奥。哎，搞不懂。日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带我去见识见识吧。嗯，你师父吩咐过，哦，叫我不许带你去风月场所，也不许给你介绍女孩子，以免你把赌神两个字弄臭。我只是试试你，你果然是师父的好朋友。哎，一点都没有破坏赌神的名誉。我有点事要先走了。
有什么需要跟我的手下说就行了。那好。塞尤娜拉。好。塞尤娜拉。喂，我找乌鸦，谢谢。老大，是你啊？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我的房子怎么样了？楼下租人了，楼上呢，我自己住。哦，哎，你帮我抠马子来啊！我现在住在山上阿三的房子里，快点哦。你的马子嫁人了？我的马子嫁人了？我另外认识一个新的马子，正点啊，台相很仰慕你，我现在就叫他过来。哎呀，什么正点呢？那个，喂，喂，哎，你们不该进来啊！哎，你们是哪里的？你一定是我师兄赌侠，小弟是赌圣。什么事？相信你跟师傅都看过我寄给你们那卷video。以我这种人才敢败在你们门下，我除了说恭喜之外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恭喜，恭喜恭喜！啊，哟，哎，这个，不知师傅几时回来啊？你坏死了，目不转睛盯人家看，看着人家心里好乱哦。虽然我这件衣服很漂亮，是是，嗯，没有啊。哎呀，哼，哎，啊，做什么？永远不要让对手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我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想知道就问香蕉。了解。这里虽然不够雅致，还好布置得很舒适，不过不是人人都可以拿。哎，信。之爱心，各位观众，我之音，厉害！哎呀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不过你玩的太过火了，失陪喽。慢着，这局我们各有千秋，不相伯仲。我看我们还要再赌一局。如果我赢了，你立刻带我去见师父；如果我输了的话，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。玩什么？一个人抽一张比大了。好，你是客人，让你先啊，请。最小的给你才行。开牌了。你今天运气不太好啊。是吗？就算你运气好，也未必能赢我。是赢不了你，很难哦。你的牌在我这儿，竟然让你换了牌，厉害！竟然让你变了牌，你的特异功能好厉害呀！不过只是旁门左道罢了。哎呀，过奖过奖，赌神师傅能收我们两个为徒，一定会开心到极点啊！看见你们俩，师傅不在香港，失陪喽。哎，什么事？啊，没什么。这两个变魔术的说一定要见师傅，在这死赖着不走。我们没见到赌神师傅，誓不罢休。是啊，打死我们也不离开。嗯，很简单。我靠！赶人走就要用最直接的方法。
你真有学问，还敢来呀？我是，不必解释，来，跟我进来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吵闹，静悄悄的上二楼去。中间那个房间有张大圆床，你喜欢洗捧捧就先洗个捧捧，我倒杯美酒给你啊。哎，你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你这个女人功夫还真不赖呀啊！足够对付你这种色狼。那也未必哦。什么事？哥，没事啊，哥哥，我妹妹龙九，香港政治部的高级督察，上次女皇来就是由她当保镖的。你看就知道了，两个人都是一副扑克脸呢。她就是赌神的徒弟，陈小刚。我叫 Michael， 好听吗？你叫龙九啊？有没有英文名字啊？考虑。考虑，其实刚刚那件事情啊，只是一场误会嘛。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呢，我是高贵大方脱俗的那类人啊。得了，老大，美人到了 ，Francesca， 说好了今晚上可以不用回家睡觉的，好正点哦。你是哪种人呢？哼，你还回来这里啊？你不怕这次他们用手榴弹？所以千万不要用武力。这次我们来是要争取跟他对话的。对话？你是说要谈判？不是不是，我们等一下要弄得他鸡犬不宁，无法睡觉，他就会主动出来跟我们聊天了。哎，走。哎，对，那个笑话真搞笑。好笑啊，老大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？没有。我还没说哎。我从来都不爱听笑话。这个好笑，哎，对，我倒杯酒给你来。哎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，这杯子会走哎，我再给你倒一杯。不对吧？可能桌子斜了。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刚才来的两个家伙一定有什么目的，不会这样罢休的。他说的是哪两个？我们呢？我听到了。哎，啊哈，那两个今天吓得差点就屁滚尿流了，我想他们不会再来了，对吗？那不要，不要谈他们了，我们吃饭吧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你看不到我，总之你一定看不到我。我想他们已经走了。哎呀，哇靠，哎，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外面啊？是不是给他们听见了？当然了，他是赌神的徒弟啊，连骰子都会听啊。是啊。哎，为什么你们刚才面对面大眼对小眼，他也不能看见你啊？这全是因为我特异功能里一招极高的境界。什么？催眠会影响他的脑电波，使他什么都看不见。还有更厉害的一招，就是啊，一经我发功，就可以使人产生各种幻觉。真的？嗯，露几手瞧瞧。你是只母狗，你是只母狗，你是只母狗，你是我靠。哎，老大，嗯，你跟了师父一年多了，你一定会变个三出来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也教教我，让我混口饭吃嘛。哎，三，哎呀，又失败了。我跟了师傅一年多了，也学了他九成的赌术了。哦，哎，原来是要变张三才是最高的境界。我到现在还是十次只能成功一两次。师傅说我不够集中，所以还不能够得心应手。这么难呐？是啊。嘿，只要学会其他赌术，就可以赢遍天下。先挡点狼来花花吧。跟我挡狼？我比你还要穷哎。啊，
师傅吩咐过了，所有赢回来的钱95%要捐做慈善事业，只能留下5%自己用啊。那10块钱自己只能花5毛。是啊，所以才会那么穷的。小心点啊。哦。啊，哎呀，为什么不早点掉下来呢？嗨，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的事情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明天有没有空一起吃晚饭呢？我明天要陪港督夫人到东南亚做亲善访问。哦，那太好了，你更应该珍惜今晚呢。嗯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你省省吧。谢谢。千万不要有糗掉的感觉，是他自己没品味。好，让你尝尝幻觉的滋味。你怎么真的生气了？没有啊。那你就快点进来啊。是你叫我的。快点啦。好，送给你。我最喜欢看见花朵开得这么灿烂。你喜欢就好。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珍惜今晚呢。嗯，给，不要这样，先洗个捧捧吧。我先去洗捧捧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我等你，你先到床上等我。好。你干什么？啊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进错房间了？啊？知不知道你上错别人的床了？你这么喜欢睡人家的床，我整间房间让给你好了。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大变了，你别以为杀手就可以乱闯人家的房间呢。哎呀，简直喧宾夺主嘛！我明明是进了龙九的房间呢，难道活见鬼了？嗯。哎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，你看不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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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老鼠上油台，偷油喝，下不来，叫妈妈妈不来，叫奶奶奶奶，你给人咕噜滚下来！你们两个立刻离开。再让我看到，我叫警察抓你们！师兄，我们只是想来拜师，你又何必这样对我们呢？你说完了没有？我没说完，我还要说。你打死我，就算你插我的眼，掐我的喉咙，劈我的心，捶我的……这里不能捶啊！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一辈子跪在这里，跪到他死为止。答应他吧！你在耍赖啊！别理他，我们进去。哎，拜托，求求你啊，大哥，帮帮忙啊，要不然我会很惨的，拜托拜托，不要烦我。哎，求求你啊，大哥，拜托拜托，你帮帮忙啊，兄弟，帮帮忙。走掉了，我知道。哎，真的在这跪到天亮啊？跪啊，他嫉妒我而已。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。嗯，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干爹。南山，上诉英国枢密院的事怎么样了？还没搞定。陈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申请非常上诉，还是被驳回。你们没来之前，我也猜到了，
高进害我误杀罪名成立，坐五年牢，我不会放过他。赌神高进现在就像是缩头乌龟，躲在南美洲享清福，想找他并不容易。但是听说他的徒弟陈小刀已经重出江湖，还有个外号叫赌侠，我们首先就要向他下手。那你想？我不只是要赌神身败名裂，我还要摆他一道，用他的名字去签东南亚所有的阔佬。干爹，摸一下鱼可以吧？我好累啊，难道这要长跪不起啊？要啊，他在盯着我们，他想试试我们的耐力有够没有啊。啊，那你自己跪吧，我现在去饮茶，喝完了帮你带茶勺包回来啊。以后不养你啊。不要。小心。啊，防弹玻璃。先走，不接婚礼。好。还没到过年啊，这么快就放鞭炮？不对啊，好像是枪声。哎，师爷是空包弹。空包弹不可能啊，门都爆开了。啊，你怕什么？只是门爆开了，又不是你爆开了，你了解吗？了解。轮到我爆了，轮到我爆了啦。你痛不痛啊？痛啊！哎呦，哎呀，那就证明他们是在试验你。怎么不试验你呀？一对了，我们走。有没有枪？有没有啊？有吗？给他打一针麻醉剂，留下他的命或许有用。是。
快点啊！哦，到了到了。哎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好痛啊！哎，大哥，这么多人要追杀你，你有好多仇家，这么夸张啊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干什么？你的思绪好乱呐！你怎么知道？只要用手指点你的头，就知道你在想什么；点你的嘴，就知道你吃过什么；点你的手，就知道你摸过什么；再点你的……哎，少来！他这也信？乌鸦！哎，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我已经到了大美，就在山脚下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你住在这儿，这是我家的祖屋，哎，怎么是你的呢？老大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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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老大，什么事啊？刚才有人要杀我们，我打个电话。等一下，哎，电话是我的，你电话都不能用啊！算了，楼下租给他了，我住楼上，到楼上去打吧。我就不信摸不到你。喂，有没有龙武的消息？哦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了，再见。找不着他？是，到处都找不到龙武啊。上山昨天晚上被人杀了，只有他知道我是赌神的徒弟。那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杀你跟龙武呢？哎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有个办法找到五哥，但是你信不信我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天眼通。错，是天眼通。我看见一间酒吧，有辆车开过来了。有了，五哥在那车上面。我看见两个人用布袋装着他抬进酒吧去了。好一个五哥，虽然晕过去了，依然保持着风度翩翩。哎呦，谁打我？我啊。那酒吧叫什么名字？叫梦罗。哎，到了。哦，在这里。那进去吧。哦，师兄慢着。干什么？哎，你的脸有问题哦。真的？知道吗？不是你的脸上有问题，是你的样子人家认识，进去会打草惊蛇。是啊是啊，不如我们两个先进去，一有状况我马上大声叫你。好啊，你在这等着啊。哦，要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有啊。五加皮双蒸，24味凉茶，豆浆，再加一个龟蛋，搅拌均匀，再加一滴墨汁，有没有啊？有。全场一人一杯，我请客。哦，哎啊，我自己要一杯柳橙汁。哦，好的。是吧，启木？启木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？我不是启木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别开玩笑，你不是启木，那你还会是谁啊？我叫梦罗，这家酒吧是我开的。你真的不是启木？哎，你真的不是启木啊？我以为只有年轻人没有经验，才会用这种老套的办法来追女孩子呢。
没想到像你这么成熟的男人也混这种老招来追女孩子。不是啊，我并不。你成熟？我成熟。请坐请坐。对不起小姐，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嘎子窝？我一向啊就觉得男人要留胡子，要有点肚子，超过40岁才有男人味儿。不像那些个年轻小鬼穿着五颜六色的 T 恤，戴着卡通表，一点男人味都没有。哎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哎，你想喝什么？我请客。我想要喝一杯。哎，你去帮我叫两杯 tequila。麻烦你了。去啊。哦。先生，要点什么？来两杯什么啦？哦。绝代大淫魔。我送你回去啊。对了对了，孟罗小姐有点不舒服。孟罗小姐不舒服，我送她先回去，你留在这里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想泡我的妞？她说过她不是绮梦，她是孟罗。有个梦字的你都不可以泡了。哦，有个梦字的都是你的，那我不是只有天真梦怡了吗？我今年都已经40好几了，你就当是敬老，让我老人家做个美梦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走开了。行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小心点啊。请上车。拜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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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失去感情如河流注，半点痴情留住不易，更多凄凄惨惨的遭遇，我不知道，王八蛋。你叫我啊？是啊，早安。你干什么？昨天晚上又不睡觉啊？这一大清早鬼吼鬼叫的，你是怎么回事吗？到底什么事？本来我是不想说的了，但是我没辙了，我没法子，我是没有办法不告诉你。昨天晚上我三叔抢了我的女人，他泡我的马子，他天生淫荡，他没良心，他不是人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在骗我呀？你说去探听五哥的消息，原来去跟人家争风吃醋了。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话，你给我记住。你先听我说完，你听我说嘛。闭嘴。你听我解释，这一次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这是我的初恋，我长这么大连女孩子的脸蛋都没亲过，正所谓是。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么多了，我看你半个小时不说话你就会死。你错了，我才不会死呢。如果你半个小时不说话，我就一切听你的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我就跟你打赌，我半个小时不说话，你立刻带我去见师父。好啊。好。哎呀，原来这两斤换了，难怪你不踩下去，你陷害不了我的。不要硬撑，需要帮忙就开口哦。怎么了？不要啊。不肯说就算了。四海之斗。夜光，让我一世爱个够。
阿珍啊，阿珍，这小子死哪去了？阿珍，你。阿三哥，干什么？一早就杀狗啊？阿星，阿星，哎，小刀，看见阿星没有？他有病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说脏话！我又没得罪你，干嘛骂脏话？你说昨天晚上你去哪里了？在梦罗家里啊。在梦罗家里干什么？吃蛋挞。光是吃蛋挞？还有啊？还有什么？喝奶茶。就这些啊？就是这些啊。哼，你有神经病啊？人家都说是梦罗，不是启梦。只要有个梦字就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叔侄也没行可讲吗？我还想回来跟你商量，希望你过一半特异功能给我。过一半给你？你吃蛋挞吃昏了头了？特异功能有三大禁忌：第一，不能用来赚钱玩乐；第二，不能奸淫妇女。那男人呢？男人可以啊，我不会。第三，没散功之前不能说脏话，禁忌一犯，功力尽失。因为你的功力是由我传授给你，所以如果你破戒的话，就连我也会丧失功力。哎，你放心了，我只要拉风一下，就把功力全部还给你。哎，走了。慢着，干什么？因为你刚刚有了特异功能，所以一定要先做个试验。虽然特异功能不是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就算你有，你的样子也不可以嚣张。我没有。你声音嚣张？没有。哎，来，快来，来，好，预备啊，来。怎么样？怎么不行啊？还说不行，砖头都碎得八零九落。但是我脑袋爆开了。这很正常，这样敲下去，是脑袋也会爆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也对啊，不是要做试验吗？是啊，我想试试这些砖头的硬度，就用你的脑袋来垫底了。基本上这个试验跟你的脑袋完全无关哦，可以去泡妞了。还好跟我脑袋无关，要不然打在我脑袋就完蛋了。怎么会打你脑袋呢？嗨，大哥，是你啊，进来坐吧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你屋里吃蛋挞？啊，他们啊，是我酒吧里面的熟客，常常都上来追我，还烦都烦死人了。他们呐，个个仗着自己有钱，我赶都赶不走他们呢。我帮你把他们赶走。哎，不行啊，赶走了他们，我就没生意做了。说的也是。对了，昨天呢，你不是告诉过我你有特异功能吗？是。不如啊，去跟他们赌钱，赢光了他们的钱呐，叫他们不要那么跋扈。这样啊？赢了的钱我不能够花，对，我不花就是。好啊，阿星，阿星，过来。做什么？你看，赌神传人创立赌神号慈善赌船，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。哎，一定是上次冒充你那个人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想他是利用我跟师傅的名字去骗那些有钱人，他们还以为是行善，只要用一点签数就可以骗到他们的钱了。这样也行，不怕，趁他开记者招待会，我们上去戳破他一个大窟窿。不行，以我们这种状况上船，没有人相信我是赌侠，你是赌圣。如果到时候真的要赌起来的话，我们需要本钱呢。我们要弄点钱。去哪里找钱？我有个朋友在开厂子，不过需要你帮忙。来，你在这儿待着。哦，只要听到我大叫，马上报警。知道了，老大。Michael哥，九哥，九哥。哎，小道，这么久没露面，失踪了？没有了，我去大陆做生意。马子头，你瞎了眼了，乱吐痰，王八蛋！那个是我表弟，大企业家，是个凯子。我们二姨天作五，削他的钱。哎，上次是表哥，这次是表弟，上次差点输给你了，傻表哥。哎呀，这次不会了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比我表哥还要蠢。
兄弟，贵姓啊？我老妈姓黄。我是问你。我表哥叫 Michael。我是问你。Michael Jackson。嗯。哎，你表弟秀得厉害哦。是。你要赌百家乐还是赌白酒啊？我先看看再说。哦。百家乐要铺毯子，桌子怕冷啊。不想告诉你，可不可以啊？你要先赌什么？我想赌扑克。哇，帅哥到了耶！哇，你看是不是同一个妈生的？很像哎。哎，每人50万筹码，我发牌啊！嘿嘿嘿嘿嘿嘿。秃配，哎，同花顺，哎，谢谢啊，四条，哎，谢谢啊，走了，改天再来玩啊，谢谢，哇，好棒啊，赢了这么多的钱呐，有没有我的份呐？有啊，哎，拿菊花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梭哈，我发过誓，绝不让人在我面前说梭哈。哎，你梭什么？梭来梭去也不会变第二张。跟就跟了。哎，等一等。让我先看看啊！你流好多汗呢。我知道，帮我擦一擦，谢谢。老大叫来，报警！干什么？没事。我有点罩不住了，你是赌城的徒弟，快点编造三出来。我这招不是每次都灵的，不过我还有一招更厉害啊！哦，我再眯一下啊！哎，他再眯一眯。嗯。好，我跟。跟什么跟啊？你比我还大，你厉害。我不跟了。对嘛？大家投降，各输一半，干不干呢？啊，一半，干！哎，干！一看牌就输一半啊！你都搞错，你的没道理啊！哪有投降输一半的？我在大陆玩也没有这种规矩啊！大陆怎么玩嘛？哎，你神经病啊！大陆是大陆，这里是香港，香港是投降输一半啊！哦，这一半是你的，好吧，让我吃点亏，没关系的，还你一点啊！洗牌了，哇！哎，下一把，我有点要紧事。哎，那我走吧。干什么？哎，等等。哎，你想开溜啊？再玩一把。对啊，再玩一把。那我只玩这把了。今天运气真好哎。怎么办？你看着办吧。了解。我不浪费时间，梭了。我跟。好，我跟。我也跟。好哎，好哎，厉害厉害，英雄本色，好胆识啊！好了，发到底了。
哎，你还错什么？每把都错，麻烦死了。怎么办？哎，再用刚刚那一招啊！啊，还是看清楚一点再说。哎，是。怎么会有规矩投降输一半这么怪的啊？哎，是啊，哎呀，是吧？是啊，这里流行，这里投降输一半，我投降，输一半啊，输一半又投降，我就偏不投降，怎么会每一把都这么巧？十几万而已，大爷玩得起，开牌吧，不要畏畏缩缩的。大叔，干嘛？你这么做，简直是害了大家，输一半好了。我爽，你屌我！哎，帅哥，你疯了？对呀，我就叫疯彪。兄弟们，开他的牌看看。出出来，快过！条子来啦！快点，快点！不要动，全都不许动！干什么，警官？我们怀疑你们剧毒。剧毒？打麻将？几十个人打一副麻将？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长官，我在打摆子。长官，有些牌不见了，有没有钱？没有。以后打麻将生意少一点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子，大爷有三条 Jack， 你的底牌不见了，我认为你只有一对 S。看，这是什么 ？S， 三条 H。嗯，你干什么？我感觉到我的特异功能突然全部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一定是三叔破了戒，现在把我连累了。惨了，明天还要去记者招待会，万一要堵起来，我也帮不了你了。不要担心，我来搞定。走吧。你怎么会忽然间发晕了呢？嗯啊，没有啊，因为特异功能啊，有一点儿。因为他已经没有特异功能了。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早已经从大陆请了位特异功能高手来对付赌圣，他告诉我，只要你们犯戒，花赢回来的钱，特异功能就会自动消失。哼，我是故意设计你们叔侄的。你们这几个混蛋！哎呦，海山，你不要在这闹出人命啊！我这么疼你，不会害你的。黑豹，把他领走。要帮你做的事情，我都帮你办好了，现在可把欠条还给我了吧？这么简单？你连本带利欠我两百万，你不要自以为长得像那个启梦，就值两百万啊？你是想要不守信用了？守啊，不过只是想多少收点利息，替我放洗澡水。你马上给我滚！你少装熟女，我想要的女人从来没有得不到过。贱人，对不服从我的女人，我没兴趣。你去死啊！刚才那两下是你替我做事的代价，那两百万一个星期内还，除非你上赌神号陪我三天。你考虑一下。啊，
非常感谢各位新闻界朋友的光临。家师赌神高进吩咐在下设立赌神号，目的是为了救助世界贫穷的国家。但是为了不抵触香港的法律，我们将会在起航之后驶入公海。我们诚意地邀请几百位嘉宾愉快地度过一天的旅程，再返回香港。至于本船所有的收益，将会捐出来作为慈善用途。现在我首先为赌神像揭幕。你们眼前的并不是赌侠，我才是真正的赌侠。先生，你一再捣乱，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。你说你是赌神的传人，好啊，你知不知道赌神在哪儿？可以跟他联络吗？赌神现在正在环游世界途中，这几天都找不到他。你撒谎，赌神一直都在巴西。我可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直接跟赌神联络，到时候就知道谁是真谁是假。好，真金不怕火炼，立刻在赌神像面前安排一个长途电话。这么爽快，小心他使诈。不过如果要分真假，最好是赌一局，如果是真的赌侠当然会赢，你敢不敢赌啊？喝点什么？哎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开始电脑分析程序。是。电脑分析33%是5%，34%是7%，15%是 K，18%是 Jack。数据不够，暂时分析不到是什么牌。10万。跟给他们打一针麻醉剂。电脑分析65%是7%，35%是 Jack， 不是七就是 Jack。你要买顺子，我叫1块钱。既然你说我是顺子，我缩了。这么有把握？你怕了吗？这副牌，看样子是顺子的机会很大。那我这秃胚不就没得跟了？不过我这个人不信邪，我跟，我赌你不是顺子。为什么不开牌？你想偷我的鸡？因为我是赌神的真正传人，而你们两个只不过是骗子。你少胡说八道！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猜到的。这里一定有很精密的监视仪器，
电话准备好了没有？我知道你不会死心，我看你怎么打这个电话。喂，喂，喂，你是不是小道？喂，讲话。喂，怎么样？电话接通了没有？没人接。没人接？我昨天还打电话给我干哥哥哥巴气疯，也是没人接啊。现在事实证明了，赌你输给我了，打电话你又打不通，你们这两个才是卑鄙无耻的骗徒，马上给我滚。不过当然了，明天正式起航，你们两个随时都可以上来赌几局，我这个人很大方，很容易相处的。走。师兄，雨这么大，你还是进来吧。师兄，哎呀，不必了，让雨淋下也好啊，可以让我清醒一点，想想今天怎么会上当的。其实这也不关你的事，你只不过是输给了电子仪器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哼，能有什么打算？钱也输光了，当时又不敢跟师傅联络，人家明天赢完一大笔钱就走，我就眼巴巴地看着他把赌神的名声弄臭。有赌就不一定会输，我们明天就上船去，再多杀他一局。哎呀，我们还不够穷啊，明天还要上去让他们再多求一次才舒服，是不是？现在全世界都认为他是赌侠，他才是赌神的弟子啊，不是我，你明白吗？赌侠，赌侠，赌侠只不过是个名字罢了，我不就叫赌圣吗？那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样窝在这里。你陈小刀是不是不叫赌侠就不会赌钱了？我会，我当然会。但是人家整个赌场都有机关的，你有特异功能，你本来可以帮我的，但是现在你全都没了。他们是厉害，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想办法。我就不信人脑会输给电脑。对对对，可以赢电脑，我们是可以想办法，但是我们需要本钱，你有吗？我有啊。多少？1.25元。现在可好了，如今我拜师不成，三叔又落在他们手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五哥也在他们手上啊，我又不能去巴西找师傅，你教教我该怎么做好不好？你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男人？你说什么？现在我们科威特人连国家都没有了，我都不害怕，你看你像什么？明天我就回科威特去跟海山拼命。我早说过，你这个小王八蛋没有种，你们两个真是窝囊。没错，他说的对，有些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做的。是啊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倒霉透顶，还怕打个西瓜？好，我们跟他硬碰硬，小虾米吃大金鱼。师兄，出发了。啊，对不起啊。
怎么是你啊？师兄，师兄，小刀呢？他刚才把我打昏，现在不见了。有封信，可能是他留给你的。阿星，我已经想通了，决定还是以陈小刀的身份上传给海山，再决一死战。你已经失去了特异功能，千万不要追来，因为他们实在太厉害了。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，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再跟你喝几杯。保重。小刀怎么说？他自己一个人上了赌船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在新加坡接到国际刑警的消息，他们说差不多一流的老千都到这儿来了。我知道他们会对付赌侠。我一回来，小刀跟我哥都失踪了，我找了两天才找到你。我哥呢？你哥哥跟我三叔被他们抓上船了。我马上去。九点，庄稼营。站好，李守。嗨。不到两个钟头，赢了差不多两亿了。不到两个钟头，赢了差不多两亿了。看来今天有机会赢到四亿。先生，这里衣冠不整，恕不招待。怎么样才叫整齐呢？起码要打领带。我有啊。陈小刀先生，欢迎。哎，昨天输得精光，今天还来捧场，真难得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想再来多赌几把。行，待会儿慈善扑克王大赛我会亲自下场，不过赌本起码要300万美金。那要2000多万港币。哎，对呀，如果你有这么多赌本，我绝对欢迎。我没有啊。那我就爱莫能助喽。你能帮得上忙？这样吧，先借我10块钱筹码。十块钱啊？10块钱想赢2500万？你借不借啊？借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我借你20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腰有毛病，不能够弯腰。谢谢。要不要叫大军？不用，先让他玩一会儿。谢谢你。大。下好离手。开。好棒啊，一赔150被你买中了，运气好吗？你真行。我的。绿色对我不利，给你。嗯，还是玩点别的吧。这么多人买闲家，好，我买庄家。哼，我是个倔帮子。哦，这样也能看牌啊。好，我再买1400块压双方合牌。电脑分析，55%是 2%，38%是 Queen，7%是9%。看牌，你看吧。
贤家真是厉害啊！公九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也是。嗯，庄家贤家都是九点，合了。哎，人走运，城墙都挡不住，一定要乘胜追击，帮我继续压河牌。电脑分析，78%是 S， 20%是四，5%是十。要么是九，要么是二，要么是八。开个六给他，让他赢庄家100块。是，开个六给他。闲加六点啊，不好意思，两条八，我也是六点。岂有此理！我有个习惯呢。在我看牌的时候呢，最喜欢放在牙签的牌上面，然后就会想眯什么就来什么。嗯，旁边的人看到以为是 Ace 呢。哎呦，不玩了，我赢了十几万了。哦，那100块给庄家吃红了啊。嗯，王八蛋，你看小道会在哪儿？他当然是在赌场里啊。我去找他。哎。现在不管他是输是赢，你跟我都帮不了他。最重要的就是先找到你哥哥跟我三叔。嗯，那我们分头找。只有这里有人看守，里面一定是关着三叔跟五哥。哎，梦罗，你真的是梦罗还是启梦？我是梦罗，因为海山知道你很迷恋启梦，所以叫我假扮启梦来勾引你三叔，用特别的方法害你的特异功能全都消失了。原来是你。对不起啊，是海山他逼我这么做的。那他们抓了我三叔之后，一不把吊起来打，挑战他的手脚筋，再把他指甲拔出来，用盐巴腌他伤口，再用盐酸洗他的脸。这倒没有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没有。他害我特异功能尽失，你们抓到他怎么打也不打他？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你们？他是个好人呢，最坏的就是那个叫海山的，他是赌魔陈金城的干儿子，这一次就是要对付你跟赌侠，好替他的干爹报仇啊。为什么你要帮他们？我欠他钱。哎，你欠他钱可以跟我说啊。我欠他200多万呀。这个你可以跟小刀说啊。后来他还想。他想怎么样？嗯。我不好意思说。什么？我马上去挑到他的手脚筋，然后我会用蜜糖涂在他的伤口上，我再放一堆蚂蚁在上面乱咬，咬他的伤口。他从大陆请了一个特异功能的一级高手叫大军的来对付你啊。可惜我的功力尽失，要不然我才不怕他们。那怎么样才能恢复呢？啊，我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失而复得，就是当我见到启梦的时候。见了他就可以了？不是。要怎么样？还要。要怎么样啊？是要。要什么？我不好意思说。嗯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罩得住。
门口的一定要我打领带。请你给我一包烟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水浪，直击今宵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救命啊！啦啦啦啦啦，你放开我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阿星，哎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！什么事？是谁？什么事？遇到高手了。独眼龙啊！不要看他。刚才他用特异功能令我产生幻觉，他的功力可能在我之上。不过不要紧张，我已经恢复特异功能了。为什么？就是爱情的力量，快擦掉。先别擦，我想多闻一下口红香。幺二三六点响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独眼龙也知道，但是还是没有用。桌子下面有个按钮，只要一踩那个按钮，骰子就会转动。全部埋小。现在骰子碎了，连一点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就是小，我赢了，谢谢。哎，干什么？我们赢嘞！不要管我。什么事嘛？没事。让我看看啊，乖乖的让我看看嘛，来。我撞到鼻子。痛不痛啊？好痛啊！乖乖的，不要叫哦，这样才是好孩子。各位各位，这局骰子有点问题，我宣布这局不算，请拿回筹码再玩。还有五分钟，慈善扑克王大赛就要开始。我看你的300万是变不了2500多万。嗯，哎，干嘛？独眼龙每局都捣乱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老薛，我买100万，下局买100万，这局先不买。你这么急干嘛？你不气喘啊？
干嘛那么急啊？是啊是啊。没有时间了，帮我全买了。谢了。香烟可不行哦。买烟赔烟啊。不行。这样不行啊。对不起啊。1300万，继续压庄。闲加七点，糟了！说什么也要赌一赌啊！我跟师傅这么久了，从没让他丢过脸。庄家八点，庄家赢。哎，你装女人的样子好淫荡哦！海仁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赢了2500万，我想我可以参加慈善扑克王大赛了。任何人有300万美金都可以参加。好大的耳屎哦，厉害厉害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？怕我揭穿他阴谋啊？走开！服装不准，不能进去的。他是我的朋友。那你又是谁啊？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。你认识我们老板？你们老板是我的朋友，了解？你了解？我老板，了解？哎，先不要揭穿他，我们要在赌桌上面光明正大的赢海山一坨啊！龙九呢？他刚刚救了达哥回来，现在去救龙武。好。你说话，300万，第一把你就缩了。我猜你的牌没有一张是比我大的。第一把没理由让你唬住，我跟。我也陪你们玩一把，啊？插花外赌200万，我加到500万。还好，发在你手上我就没得赌了。
翻牌给他。你开牌，我三条九。对不起，同花，只拿到 AK 你也敢说？我师父跟我说过，拿 AK 不赌是棒槌。我随便拿一对都比你大，还可以买税买同花。如果这样都不说的话，那就干脆别赌了。嘿，必胜必胜，师兄必胜。两个人赌太单调了，大军是拿箱钱凑一脚。是，那恐怕我们师兄弟也要一起下场喽。看你的了。我想做啦啦队啊。不行啊，现在我们唯一的障碍是那个独眼龙，如果那个独眼龙没有特异功能而你有的话，我们就赢定了。对呀、啊、有没有办法？哎，哦，来，师弟，就这样。好、哦、好。娃，一坐下就该我说话。先来个300块吧。300万，跟。干，有胆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让你说话。700万，我梭哈了。跟你说哈，跟了，跟。我猜他们两个是没钱了。我这里有2000万，我想你也差不多。干脆这样，我们就外赌这把。好，就跟你赌这把，2000万。好了，就开牌。3条5怎么赢我啊？就算你暗恋我，也不用在这么多人面前亮出来吧？你这副牌应该怎么算才作数啊？你这混！好，我看你怎么赢我。哼！同花打不打得过 Full House？ 同花打得过 Full House？ 那除非你老爸变成了兔子。如果同花再加上顺子，打不打得过啊？
哇，同花顺！我老爸不只会变成兔子，而且还跟你老妈结婚生子，所以才会生出你这个独眼龙的儿子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拿走你的底牌了！不要动！我早就知道你可以变走我的底牌，所以我就把底牌换给阿星了。你变的那张是阿星的底牌，老 K。你们这两个混账王八蛋！哦，没收工就骂脏话，这次轮到你没有特异功能了啊！黑嘴狗，大军，你上哪去？我已经没有特异功能了，还留在这忍着血吗？各位，请大家先退席好吗？我有点私人的事要解决。发飙！你简直是卑鄙下流、没深度兼瞎扯淡，教坏那些后生小辈，败坏社会的风气。还好我大叔几十岁了，不怕你。海山，看来你比你干爹更没风度。是，不过我比我干爹聪明，他上了赌神的当，没出公海就杀人。是不是到公海了？已经到公海了。现在我可以奉旨杀人了，动手！哎，神！那是幻觉，把枪捡起来！快！不要跑！救命！我掩护你，你去救小刀。谁扣子弹？杀人，香港政府都没权抓我，只有这艘船的注册国家才可以抓我。杜侠，大人有大量，你放了我啊！你放了我！你现在怕了吗？快告诉大家，谁才是杜侠？各位，各位，我是陷害这位杜侠的坏蛋，我卑鄙，我是冒充的，他才是杜氏的真正传人。杜侠，是我故意出老千欺骗你们的。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那梦露欠你的钱怎么办呢？不必还，不必还。我们是欠钱不还的人吗？如果你要还，那最好了。我帮你还，拿着。啊，走，一块两毛五。你现在不杀我了吧？这把枪六颗子弹全用光了，我想杀你也没办法。小刀，你没事吧？五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龙九，船一靠岸，立刻报警，拘捕海山。嗯。小心！这奸贼狡猾，扁他！知道了。好。呀！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！你不要误会啊，是警方担心海山的同党没有被警察抓光，所以派我来做他贴身保镖。你慢点说，让我拉风一下不行吗？走了，他就是这样。哎，先别走啊！哎，有大事跟你商量。哎，过来，什么事？哎，如何？哎，你用特异功能赢回来的钱根本就不能用。是啊。而我赢回来的钱呢，要拿去救济贫苦。对呀，那你以后用特异功能赢回来的钱全输给我就行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把钱全输给你，你就很有钱，我就有够穷了。你再用你的钱来救济我，完全答对了。你的钱就是你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哎呀，发财了！谁说的？闭嘴！啊！是由旧金山美国华人慈善协会主办，为世界饥饿儿童筹款的慈善扑克牌大赛现在正式开始。我们曾经邀请赌神高进先生做我们的主礼嘉宾。高先生虽然退出赌台，他仍然派了他的首席弟子 Mr. 麦克陈做我们的主礼嘉宾。现在有请 Mr. 麦克陈。各位，嘉师已经退出赌坛，但是嘉师曾经说过，不论任何关于慈善的活动，我们都会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你少瞎掰了，什么叫赌神啊？赌神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不过是个小老千嘛。戴安芬，不要在这里瞎搅和。这个是香港来的新移民，叫做戴安芬，很嚣张，不过不用理他。哼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如果真有本事呢，露两手让我戴安芬瞧瞧。只要有人愿意捐钱，我绝没问题啊。嗯，好，是你说的。我们这伙人呢，就是有钞票，
现在一个人包一张台子，如果你有本事呢，在一局之内献注10万，从我这里赢了100万的话呢，我就多捐1000万给你。要是你输了呢，你师父干脆就不要叫赌神了，叫瘟神算了。嗯，哎，四副牌啊，怎么打退堂鼓了？哼，赌场规矩，我要卡牌。好，就这儿，10万。好，我通杀。我拆牌，再拆，再拆，哎，16张 A 都发出来了，再拆啊！哎，你一门牌拆了16份了。一门牌不管拆多少份，还是算一门呢？哎，是啊，真的。嘿嘿，只有一个17点，其他的都是3344，你死定了。发牌。好，一张弓摆平你。弓啊！发抖了。我们是玩21点，不是比大。你输了，这里16份牌，每份10万，你就输了160万，另外再捐1000万。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！师父号称赌神，现在又有这位高徒带他巡回世界，为慈善事业出力，你可以称为赌侠。叔叔啊，面煮烂了。小心汤扑出来了，好了没有啊？煮碗面也能煮一个月，你真行啊！已经在城了，兔崽子！来来来，饿死个投胎啊！那你明天再端出来好了。哎，你这什么仇啊？人头啊！哼。哎呀，六合彩开奖了，对对看啊，18，切，每次都只中3个号码。哎哎哎，臭小子，先不要吃，先不要吃，你用特异功能啊，帮叔叔搓一下，搓成6号码全中啊，帮帮忙、啊。我跟你说过100遍了，我用特异功能赢过来的钱只可以做善事，不可以乱花。若是用了第一次就会衰，第二次就摔到大街上，第三次就会没命了。哎，我们第一次在厂子里赢了钱，马上就挨了顿揍，够衰了吧？所以我们上次赢了1000多万，立刻要做善事。如果我们有胆子用这种钱，一定会摔到街上的。叔叔，我不上街，怎么会摔到街上？啊？你是铁定不相信我？嗯，这些就是我们上次捐剩的尾款。王晶姐姐，什么事啊？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别说我不照顾你。今天晚上别去大富豪上班了。你养我啊？不错，这些钱给你，今天晚上你只要陪我叔叔就行了。哇，你发财了？不是啊，发浪啊！来来来，别浪费时间，别浪费时间。给你哦。怎么搞的？老是丢男人内裤下来，家里没女人啊？哎，阿星啊，看在叔侄份上，我让他陪你洗个澡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哦。哎呀，命大，没事没事。我说过摔在街上吧，你现在相信了？还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摔在街上了？不会。哎呀，我摔你也摔，怎么你一摔就变成个印度阿三了？每个人都有些地方特别脆弱的嘛。你叔叔我最软弱的地方在头部，你不服气啊？我哪敢呢？你现在那么高追，我喜欢还来不及呢。你还吃面吗？
有了。嗯，你吃面的新招式啊，叫做什么名堂？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己发明的，你羡慕还是妒忌啊？哎，兔崽子，说正经的啊，以我们叔侄的才华呢，有什么理由要天天吃泡面呢？啊，对呀，虽然你赢回来的钱不可以拿来乱花，既然这样，不如你正正当当去学赌术，到时候呢，赢尽天下的黄金美女、洋房、汽车，九七之后那些大佬走了，我就变成王永庆了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做郑运林，蔡万林，哼，是啊。那我跟谁学好呢？赌神，不错啊，就是赌神。只要你做了赌神的徒弟啊，到时候你可以赢得香港，赢得全世界，养你叔叔一辈子啦。啊，叔叔，我没说过要养你啊。哎呀，你没有那样说啊？有没有听过三叔为父，三婶为母？我只听过爹亲娘亲都不及毛主席亲。哎，乖啊，总之啊，等你当了赌神的徒弟呢，那就是前途无量了。说做就做，怎么做？写信告诉他我很仰慕你，收我做徒弟，就这样。现在用写信的多老土啊，当然是拍 video 啦。什么偶啊？嗯，video 呢就是录像，拍电影也没用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赌神在哪里啊。说的也是啊。哎，阿星啊，你不是可以透视墙壁吗？你可以啊用这种功能看看赌神在什么地方啊。赌神又不住在隔壁，可能在好远的地方，除非用天眼通。哎哎哎，你哪位啊？我是阿星。你要干什么？松弛眼部神经。哎，你把我吓一跳，真是的。现在开始啊。开始啊。怎么样，看到什么东西啊？我看见赌神。真的？赌神现在在哪里啊？他在赌钱。在什么地方赌钱？怎么了怎么了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没事啊。看到什么？我看见赌神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赌神穿了双花袜子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人开枪，子弹横飞，简直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不怕不怕，用你的天眼通啊，再看一看。哎呀，你真当我是神仙呐？我只可以偶尔看一次嘛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对了，听说赌神的徒弟这几天会来香港，我们先拍一卷录影带，请他教导他师傅，不就成了吗？行不行啊？哎，拍了再说嘛。哦，开始拍了。赌神大人，师傅在上，小弟阿星在下。小弟三岁到澳门，四岁进普京，五岁赌到变成精，六岁薛仁不正经，整至七岁就输得亮晶晶。今年27，还是无事一身轻，所以希望拜于赌神门下，能够学到一技在身。哎，慢着慢着，你拉链没有拉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想吓吓赌神，来个下马威吧。你连叔叔都吓不住，快收起来吧。哦、哎，好嘞。你刚才嘟嘟囔囔的不行啊。我已经尽力了。尽力也不行啊，再给一次机会嘛。哎呀，没有机会了。让叔叔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吧好吧，来吧，换你。哎哎，你过来拿着摄影机啊。哦，慢慢的拍上来，拍我的头，用点心思学。知道了。 Action。 赌神师父大人敬起者，小弟摩罗星。叔叔，你怀孕了？哎，别开玩笑，认真点儿。小弟摩罗星今年27，一事无成，幸好心术还算良正，祈求师父收我为徒，让我有一技在身，他日行走江湖，除强扶弱，为社会服务，为国家捐躯，为自由爱自由，自由万岁。咔，背着棍，背着棍。 OK OK OK， 可以寄给赌神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是你要拜师还是我拜师啊？照我的版本做一次。哦，哎，不行啊，我想一年之内赌神可能收到1000几百卷这种录影带。真的？我们要与众不同，就要拼一拼。拼一拼。昨天呢，我的菲律宾女佣
走过市场，耳闻有个鱼贩说有个小子叫做赌神，就是你。我当场吓一跳，原来开玩笑。这个世界上啊，居然还有人自称是赌神，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我就是赌圣，你赌牌还要戴隐形易晶体眼镜，我才懒得鸟你的，我直接给看穿牌，这叫做特异功能。这里有一张 A 戏，只要我轻轻的一撸，就立刻变成一张正路的 A 戏，因为我还没发功啊，我一发功还能变成一副麻将出来。你说我瞎掰啊，我还说你是老戏他给宰性呢。看什么啊，你要是不服气打个大哥大来研究一下嘛。当然你要是补偿我个100几十万呢，我就不再说了。还瞄我，你以为不用钱呢？抄下我的电话号码，是香港334568，我再重复一次，是香港334568。你不找我我没关系啊，因为这将是你的损失。10点钟以后你不要打来，因为我睡了。神经病。一年没见，你已经学会赌神的赌技了，还得了赌侠这外号，有前途。哼，过奖。我们这次回香港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行程上是由上山先生安排的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就是赌侠。过两天我会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向外界介绍你以及慈善赌场计划。对了，小刀，这房子住得还满意吧？哎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这么有办法买下这栋房子？这栋房子以前是阿三住的，他还常放狗咬我呢。哎，我那时候很穷啊，就住在下面那个小屋子里头，每个晚上呢，我都望着山上这间大房子，然后跟我女朋友说，总有那么一天，我要把他赶到下面去住，然后我一个人住到这里来。哎，哎，现在美梦成真了。一个人只要用心赚钱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这间房子，以前住的是科威特人，伊拉克打科威特之后，他就破产了，我就买下这房子。哦。喂。好啊，你过来吧。哎，谁打来的？龙九。龙九是谁啊？我是龙五，他是龙九，你说他是谁啊？嗯，真是奇怪了，说话这么深奥。哎，搞不懂。日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带我去见识见识吧。嗯，你师父吩咐过，哦，叫我不许带你去风月场所，也不许给你介绍女孩子，以免你把赌神两个字弄臭。我只是试试你，你果然是师父的好朋友，哎，一点都没有破坏赌神的名誉。我有点事要先走了，有什么需要跟我的手下说就行了。那好。Sayonara。好。Sayonara。喂，我找乌鸦，谢谢。老大，是你啊？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我的房子怎么样了？楼下租人了，楼上呢，我自己住。哦，哎，你帮我扣我马子来啊！我现在住在山上阿三的房子里，快点哦！你的马子嫁人了？我的马子嫁人了？我另外认识一个新的马子，正点啊，台下很仰慕你，我现在就叫他过来。哎呀，这什么正点呢？那个，喂，喂，喂，哎，你们不该进来啊！哎，你们是哪里的？你一定是我师兄赌侠，小弟是赌圣。什么事？相信你跟师傅都看过我寄给你们那卷video。以我这种人才敢败在你们门下，我除了说恭喜之外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恭喜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哟，哎，这个，哎。不知师傅几时回来啊？
你坏死了，目不转睛盯着人家看，看着人家心里好乱哦。虽然我这件衣服很漂亮，是是，嗯，没有啊。哎呀，哼，哎，啊，嗯，做什么？永远不要让对手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我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想知道就问香蕉。了解。这里虽然不够雅致，还好布置的很舒适，不过不是人人都可以拿。哎，信。是之爱惜，哼，嗯，各位观众，我之烟，厉害，哎呀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不过你玩的太过火了，失陪喽。慢着，这局我们各有千秋，不相伯仲。我看我们还要再赌一局。如果我赢了，你立刻带我去见师傅；如果我输了的话，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。玩什么？一个人抽一张笔炸了。好，你是客人，让你先啊，请。最小的给你才行。开牌了，你今天运气不太好啊。是吗？就算你运气好，也未必能赢我。是赢不了你，很难哦。你的牌在我这儿，竟然让你换了牌，厉害！竟然让你变了牌，你的特异功能好厉害呀！不过只是旁门左道罢了。哎呀，过奖过奖，赌神师傅能够收我们两个为徒，一定会开心到极点啊！看见你们俩，师傅不在香港，失陪喽。哎，行不行？啊，没什么。这两个变魔术的说一定要见师傅，在这死赖着不走。我们没见到赌神师傅，誓不罢休。是啊，打死我们也不离开。嗯，很简单。我靠！赶人走就要用最直接的方法。你真有学问，还敢来呀？我是，不必解释，来，跟我进来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吵闹，静悄悄的上二楼去，中间那个房间。